2020搜狐时尚盛典年度魅力男人的殊荣。那今天呢，一博因为有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亲临现场来获取这份殊荣，但是他已经提前给我们发来了一段 VCR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哈喽，搜狐的各位网友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获得这个殊荣。每个人都有属于你自己的魅力，感谢2020搜狐时尚盛典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快乐，开开心心。好，再次恭喜王一博，也。